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聊现在，也就是夏季，我们种植兰花以及其他各种花卉的注意事项。我相信这期的视频对你一定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视频，麻烦大家点赞、留言以及分享给更多的花友。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赶紧订阅，同时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支持。前段时间呢，我发现有几颗株突然蔫了，比较严重的呢，一个是铁线蕨，这个铁线蕨呢，它的枝干是黑色的，然后叶子呢，应该是翠绿色的，就是比较好看，它的英文名叫做 Maidenhair Fern。另外一个植物呢是西番莲，英文名叫做 Passion Flower， 它开的花呢是大红色的，非常的漂亮。当时发生这种情况之后呢，我就想我到底做了什么，然后导致这种结果。因为那段时间我施过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施肥过多把根给烧了。后来呢，下了几天雨，雨水过后它们就好多了，铁线蕨的叶子呢也没有那么干，那个西番莲的枝条呢也都立起来了。但是呢，好景不长，没过几天这几个植物又蔫了。当时呢，我就想应该不是施肥过多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施肥过多的话，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就是直接把植物给烧死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可能它会有些症状，但是这个植物挺过来了，挺过来的话应该是没事的。这几棵植物呢，下雨过后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没过几天又蔫了。然后当时想肯定不是因为施肥过多，然后呢我就接着一一的来排除各种情况。首先呢是光照，这几个植物呢都是放在大树下的，没有阳光的直射，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太阳光太过强烈把这个叶片给灼伤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雨水是不是缺水了，我当时还特意的摸了一下，它那个土呢还是特别的潮湿，尤其是那个铁线蕨，它们是喜欢潮湿的，我早晚都浇水，因此呢不可能是因为缺水而导致叶片干枯。后来想了想呢，下雨的那几天天气比较凉快，而下雨前后几天的天气的气温比较高，然后当时就想是不是因为气温的原因。其实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怀疑气温，因为这些呢都是热带植物，那么可能冬天比较担心怕把它们给冻死，但是夏天的话我们这边气温一般都低于35摄氏度，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热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既然外面的环境不太适合它们，那么我就把它搬到室内，我想看一看室内的环境会不会好一些。把它们搬到室内之后呢，当天晚上西番莲的枝条就开始慢慢的立起来了，那么到第二天早上呢就完全没事了。这几天呢我都是把这些植物放在室内，它们的生长情况还是挺好的，没有出现之前的状况。那么从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有些植物确实是怕热的，尤其是夏天的干热很容易蒸干叶片。对于兰花而言呢，我知道有些兰花它是怕热的，比如说我面前这个Zygonesia， 我到时候把那个英文名打在屏幕上。这个兰花呢它是开蓝紫色的花，特别的好看而且也很香。这个兰花呢种起来也是特别的容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布的视频。那么这个兰花呢它是怕热的，这个也是我去年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兰花我一般情况下是放在室内，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搬到室外，我是放在室外一个阴暗的环境的，但是没过几天就发现它这个叶子上出现了很多黑色的像这种的斑点，当时发现之后呢就觉得不对劲，后来呢我就把它又重新搬回了室内，没过几天那么他的症状就有些好转。我后来呢就想想这两天的新闻，像国内啊上海市浙江省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英国这些地区都报道今年呢夏天是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季，
有些地区的气温甚至高达42摄氏度，就是在这样的高温下连人都受不了。那么有些植物呢，它同样的也不喜欢这样的高温。所以说如果你发现你种植的花卉它的叶片出现干枯，或者像有些兰花叶片发黑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因为气温的原因所导致的。我们可以把它搬进室内，然后观察几天看有没有好转。如果有所好转的话，那么十有八九就应该是因为气温太高了。夏天气温较高，水分蒸发也快，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得浇水。一般情况下我们大概就直接用那个 hose， 就是用自来水水管接着浇水就行了。那么对于一般的花卉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一般的花卉种在花盆里它有土壤以及有一些水分，所以说它的温度不会那么高，自来水温度较低，当我们直接用自来水来浇灌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呢，像我面前摆放的这些兰花，凯特兰、万代兰还有海兰、钻喙兰，这些兰花呢，它们是裸根生长的，它们的根是直接与空气接触的，所以说它们根的温度呢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如果您选择在傍晚的时候给这些兰花浇水的话，我建议您等水温达到环境的温度之后再用来给这些兰花浇水。像我呢，就是在这个罐子里面装满了水，然后傍晚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用它来直接给兰花浇水了。浇水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最好是早晨或者傍晚没有阳光直射的时候再浇水。如果有直射的阳光您浇水的时候它会在叶片或者根上形成水珠，那么那些水珠呢就相当于放大镜有阳光的直射很容易灼伤你的叶片或者根。夏天除了高温还有浇水，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光照。有些花需要全日照，比如说这个茉莉花，晒不死的茉莉你给的光照越多，那么这个茉莉呢它开的花越多。你看我这个茉莉就是直接暴露在阳光下的，它现在呢就开了很多花，还有很多花朵马上要开。荷花呢也需要全日照，而且它们也喜欢高温，当然有很多植物都喜欢这样的条件。那么这边呢我就不一一例举了，我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正在开的这些花。那么对于兰花而言，所有的兰花都需要防晒，合适的光照对兰花的生长以及开花特别的重要。我们如何选择合适的光照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有早晨或者傍晚阳光的位置，然后把兰花放在那儿。因为早晨傍晚的阳光较弱，连续观察几天，如果兰花的叶子依然是翠绿色的，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光照正好合适。但是如果您发现叶子颜色有所改变，比如说叶子变黄变黑，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更换位置，放在一个光线稍微弱一些的环境。这边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的叶子呢是晒伤的。我这个万代兰呢是开紫色花的，它现在的叶子呢是碧绿的，那么这个光照正好合适。如果光线太强的话，它这个新生的叶子会稍微有点泛紫，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它放在光线稍弱的环境。这个万代兰呢就稍微不一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的边缘有点泛白泛黑，它这个其实呢一开始是泛白的后来过了几天呢，然后白色逐渐变成这个黑色，它这些叶片这边也是因为晒伤所导致的。其实大部分都还行，都没什么问题。我们发现这个晒伤也不用太紧张，这都是很正常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卡特兰，这个卡特兰呢大部分叶子都是挺好的，碧绿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新生的叶子，这个是新叶，看到没有，新叶上有一些黑斑。新叶呢因为它刚长出，它叶绿素比较少，
所以说它很容易出现这些黑斑。因为这个大部分叶子都没事，而且这个卡特兰它本身又喜欢阳光，所以说我呢就一直把它放在这儿。总的来说，当你发现兰花叶子的颜色变得不正常了，这时候就想想是不是应该减少光照。其实对于大部分兰花来说，夏天我们就直接可以放在大树下，放在比较阴凉的环境，它的生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夏天光线很好，有明亮的散射光。这里要说一下，就是卡特兰，我觉得夏天是非常适合卡特兰的生长和开花。在所有的兰花之中，卡特兰需要的光照会多一些，它们也喜欢温暖的环境。这时候我们给予充足的光照，它们会生长得很好，而且开花很多。那么现在呢，我就有很多卡特兰已经开花了。我觉得种花呢，当然您对这个物种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啊，它的需求、它所要的生长环境等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我觉得就是得仔细观察。当我们发现情况不对劲的时候，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无非呢就是光照、温度、水分、有没有病虫害、需不需要施肥等等。我们发现情况不对劲的时候呢，从这几个方面找原因，勤快一些，我想肯定能把花养好。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喜欢这期的视频，麻烦点赞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的话，请在下方留言。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